小姐，我同你錄口供先啦，請你講個情形俾我聽下。就咁嘅，琴晚呢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許願電話呢？銀包都冇埋嘅。喂，阿思啊，大件事咯，俾人挞嘢啊！咪寻晚咯，早知唔饮咁多啦，我部 iPhone 仲供紧噶。我覺得是阿賢咯，近排聽佢講喺度等錢使喎，冇錢去都嚟啦啦個 party。我個銀包電話就係咁唔見咗，但其實我有證人噶。咁你提供證人嘅資料啊，我會再聯絡個證人噶啦。喂，你是不是李小姐啊？是啊。我是尖沙咀刑事调查队第九队姓陈的 CID 啊。我们收到沈小姐的报案，她在卡拉 OK 呢被人偷了东西，她说你可以做证，那你见不见到个案发经过啊？我什么都见不到啊。那晚我都喝醉了，跟着所有东西都拗出之后才跟我说，我什么都见不到，那我没见到哪个偷东西。换句话说，即是你见不到案发经过的啊。是啊。咁你有冇其他資料可以提供俾警方啊？可以幫到你個朋友噶？冇啊，咩都唔知喎，咁我幫唔到你哋。咁唔該曬，如果我哋有需要你協助嘅話咧，我哋會再聯絡你噶啦。唔該曬，拜拜。嚇、啊！搞錯啊！你係證人都唔叫你落口供，我明明同佢哋講咗有證人噶喎，咁都唔做嘢拉人，我要 report 佢哋啊！唔好亂咁投訴人住啊！不如等阿爸翻去問下佢點先啦。阿爸佢又投訴啦，冰符迪話啦。你個朋友雖然在場，但係佢見唔到事發嘅經過，而成件事其實都係你話俾佢聽嘅。對於調查呢單案，你朋友嘅口供對調查實在冇乜幫助。警察喺調查案件期間係唔會隨便同人攞口供嘅，除非佢嘅口供對調查有幫助，否則就係浪費市民嘅寶貴時間。